立法院今日去处理有关开放美国来自金桥的九项行政命令，去最近的表决台阵，连暗之前去通过的《学校卫生法》同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的修法，执政党如何用人数角度过关呢？至于开放美国来自九项的行政命令，虽然蔡英党团提案不批查，不过暗部也表决的时间，民进党团在过去因为人数角度略少过关，其中主要来去多把案例。产出已经通过的，会提明年营业的来实施。其他相关的修法的草案，会投入来边一次边都审查结束。刚刚的表决，实在把所有法官可能的武器全部被没收。民进党的国会议员自我阉割，放弃国会为全民法官反映民意最重要的天职。《学校卫生法》同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修法，民进党立委都用人卡多来过关。也两方修法前台争议下，蔡英党都希望清楚天出，有超肉就肉片不准落去教研同男女管理。民进党立委不是清楚发票，蔡英三党党团和修法修不上过后，都禁骂民进党。蔡主席在野的时候，他说这是民生问题，不是政治问题。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总统一个人禁止宣布开放来出，用什么？用行政命令。有没有沟通？没有。有没有说明？没有。蔡政府不是广大基础民意一意孤行，完全不会沟通，最会沟通的政府变成最会洗脑的政府。我希望在接下来这秘密审查里面，大家能够为了防止票，各党都发出集结通言。民进党、立院党团积极下令以自行打票。不过，立委林淑芬、刘建国、龚运昌、朱敏都方希望打票，强迫速度当机处分。我蛮佩服林淑芬委员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让我看到，就是从以前嘛，我知道他对食安问题一向就比较坚持，然后就是等于是始终如一的坚持，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他。党团只可以罚款，然后。还有说停止他们，譬如说担任招委、担任党团干部的权利，但是因为也有很多委员很介意啊，所以有提出来说，总召也有表达说，之后我们那个纪律小组的决定，那送党团之后也要送中评会处理。发表的开放美国来自九项行政命令同相关修法草案前，朝野政党代表在个上台各讲各的，现场上马比赛，三下来立法院半夜没有声。安生图班亚深一点前后会完成来主案的审查。下个新闻，齐永尊、范秀妮、钟永修特别报道。